你告诉我。你跟我讲，你通通打到哪里？是几分？我是红色，蓝色。你是蓝色。十一。七十一。那芭比几分？九七。芭比九十七分，那谁第一名？我。可是你分数比较低耶，分数比较高的第一名，谁第一名？但是我打到了。可是芭比打的比较多耶。我因为我打的不到多。可是芭比打的比较多，芭比分数比较高啊，谁第一名？我。可是芭比分数是不是比较高？我刚才有点很高。你比较，你也很高，可是芭比比你更高啊，所以芭比第一名。但是我差一点。你差一点，对，你没有第一名，对不对？我有第一名啊。你没有第一名，芭比。芭比才第一名，你差一点点，你没有第一名。那你告诉我，那个电脑上面写一的那个是爸爸的还是你的？我的。啊？你不是蓝色的吗？蓝色是写二。是不是？所以你第二名对不对？第二名，芭比第一名，你第二名。你还是第二名嘛？不是，我是第一名啊。可是你是第二名啊。我是第一名。那第一名那个明明是爸爸的啊。不可以这样子叫。你分数本来就比较低啊，你。你分数比较低，你下一次再打出。你打赢爸爸就好啦。好啦，不要拍了，暗示。